哎妈，爱死了！对啊，前期谁还去挖铁矿？前期开始不是都是找村庄吗？对啊，然后找完村庄之后就开始生村民啊，然后第一个就盖铁卷塔，盖稍微远一点有隔开，然后就可以开始那个量产那个你自己的那个商店啊。首先先想办法弄出会收铁的嘛，有30个职业都会收铁啊，对不对？然后简单收木头的啊，收木棍的啊，那几个弄不弄啊，开始慢慢的扩大，对不对？也不能像这样子连钻石都不用挖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谁开局还去下面挖矿，神经病！然后砍树砍完，搞个做出来之后，开始挖石头，挖三个石头之后，开始做石膏，然后直接去挖石头。你说做石质物品出来，那个还算正确，至少做一把石斧防防身嘛。对，这个还合理。嗯、可石斧做出来之后，接下来就不是要弄铁矿，接下来就是应该是要弄村民。对啊。要弄到第一个铁，做个盾牌，有个木斧，有个石斧，有个盾牌，你的装备就算齐全。接下来就是直接跳到钻石。啊，如果你反正铁卷塔做出来，你要做铁装，那也是无所谓的。太快。那个做一天的铁，你可以做好几套。到时候忙到光是卖那些钱，所以你的一切都度过。然后有铁之后多棒啊，对不对？又有水矿，然后农业就可以开始。然后，you know， 正常的世界，就不正常的世界你就还要找。Come on。I'll wait。对，I'll have you covered. 开始生存没有要 RTA 的问我。哈哈，RTA就不要问我，不 RTA。那以前版本都是 RTA， 早算是 RTA。以前版本就是你生出来一瞬间就开始往地下挖，挖个阶梯啊，然后上面没盖起来挡住啊。我那时候前一阵子回归重玩的时候，1.17，那时候我真的还这样打、欸。然后挖到一半，挖底下挖到一半，想说啊干不对啊，那我开局奥村民呢、欸？我后来想到最好村民交易现在不知道怎么样，还是跟以前一样糟糕嘛？我离开那时候很烂啊，被改的很烂、啊、没了。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去看一下现在村庄怎么样？然后就说哦，还是又变回可以那个直接钻石装，然后那可能就去那边弄。我去看一下现在村民是怎么样生的。因为逻辑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盖一堆门，然后开始提升。嗯哼。然后还要把门打掉。他、啊、以前是很不好洗职业啊，你只要洗出来那个不是你要的，你就要杀死他，然后再重新再靠那个门的。他、啊、以前是木炭可以拿去直接卖，也是木炭是最好卖的，直接就弄个那个四格重新，然后拿去烧。都是木炭，以前是没有限制，你可以一直买，就不会变成叉叉，没有什么就变两只，那个没有，就是一直买，然后换钻石，换附魔术符这样，超爽。Rock and roll， 也是这样，超爽。以前没有分职业，就洗出一个卖可以收木炭的，哇，那就开始烧虫明木。然后家里全部都是那个二十几个那个熔炉在那里烧，然后就整天就待在村民那边一直洗村民，真的、啊，然后洗到所有附魔都跑出来，这样子啊，跟现在一样、啊，洗到所有附魔都跑出来，对吧、啊？你现在就是实现财富自由之后，就是要往全钻石装跟全附魔那边发展。然后再下去地狱那边去挖那个玉石。以前都没在用村庄，村民的。村民
方便多啦，那是最安全的。Forget the key cards, the time lock, and the soft this softly crap. It's a bit of a time.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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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发现那个活动不是说可以下场，就多了50个人，就破不了活动。活动呢，他从前到现在哦，让他们开始消耗。但是正规路线上，不要停。Everyone start calling Danny Boy. Time to drop the Skyhook cage. Over. Got it. Making contact with your Nurik. We're using the roof as our pickup spot. Over. Roof. Got it, Sensei. 5x5. Stay with me. The pickup is on its way. Not much margin for error here. Get to the roof. Just bust the timeout. 2 minutes. Coming. 可是都是盘子的想法，盘子的想法。Yeah, where you want to make? 没有，我本来就没有玩，介绍一下。然后看了游戏里面会有什么存在。哎呀，阿叔。那看起来就像是个关卡流程变短，然后颜数量也没有到，也没有很多的。他就是把敌人，应该是要把敌人干掉，就是吧，就有点没有公式化的感觉。我倒觉得还有点像窝地。打僵尸那个末日之战，蛮僵，敌人比较少。怎么样呢？路上捡什么特殊武器啊？也是这样子啊。然后是这样吗？在发射那个榴弹炮，就在发射这样。这样吗？这么美。把炸起来！走！要求。出生点还不错，印花村庄。不好，决定，没错。现在是唱。谁想要出生在印花？也是
神之后要去找。这边救了，现在很倒。Those who shake hands with death and survive strong. That's one. You're walking on the edge. How does it feel? I guess I should say thanks. Beat the bulldozer. Ready, Betty. Betty,我都觉得他们现在可以骑在这边走，都不要这么强打。叫他们不要在这边守灵，因为我们不要把他杀掉，倒不是因为那个枪塔。那士兵在那边，在这边，要么就要全杀。有他就穿透了。电钻防御，啊，放倒了！我为他们高兴，他们真的可以做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对啊，而不是在那边一直修修改改。而如果他们修修改改，我觉得还好。如果修不可能，他很跳，他一定会修修改改。而且很高兴他们的特殊人员。这还是一样的，看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呢，这个配个那个极限的那种天气，就有人在问，都没有特殊人员吗？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还是拉没有特殊人员。不过零八年，不过零七年就抓了。找一找玩家，公司 bug 回报这件事情，要玩家一起去扛分之后
要摄取自己糖分之后，然后才能叫你们修炼到你们成熟的时候。这不是玩家才行，玩家跟你回馈之后，他更。就像你去跟警察讲说，啊，我发现这个杀人案有人被杀人，结果警察跟你说，你去把杀人犯找出来再找我，不是这样好笑吗？因为举手太高了，做不到这个。在这一关，在这个地点放下一个特殊武器。Thank you.
做。这有打，有打。气死我了。Target in sight, going in.在外面跑打，然后还进去，我已经太高了，我进不打。没有人孔盖，只有那个地下道灯的那个线跟着那个走。延长。直接一路走进去，像我就觉得你是高科技。
但我又给你整了一下。有没有？现在可以硬卡。妈的，你八三四都不招可以。这首歌强大多了，三铁剑都比你高科技。你有看过吗？打你的！知道我是没看，然后里面只是穿护盾。他那把那个刀叫三铁剑啊，号称什么都没砍断，虽然是这样子可以，可是大部分东西都会被他砍断，绝大部分。他每次砍的时候就是说，就砍了一些小东西。对啊，就看他那样哦。那索隆不是很前期砍的，对方是一记得他就砍断了，三铁剑的轻松就砍断了。帮就很会。对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卡片从那个再重复利用那个卡片？卡片到底应该是卡几对啊？奇怪了，那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踹，不能踹？对啊，踹不过去，我们砍脚，人家踹一下就砍。对啊，现在在等你开门。先踹一下开了。抓到人了，抓人了。来吧，来，别让我抓到。Fine.
让你撤退一下。我都下好汤等你。我架到一个好点，看，这个不错吧？全部的位置都被打。大家都看得到。妈的，我挡过来。希望三代又对战。这为什么太急了？会太急。那是好。还是要养成客家精神。客家又对战。人家还在车上确认，书包是不是？不行不行，还不够多，回去。这好像是欠债在还钱一样。你们杀了很多平民，我要让你们再追逃。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他们在那个发号施令，那个变成一个女生，就整个乱掉了。不是我歧视女生啊，而是想说，所以这女的什么来头？会让我这样想吗？啊，这个女的什么来头？既不是达拉斯自己指挥，啊，这个人跟 Ben 是不是有关系？不要冒出个 Ben 的女儿之类的哦。我就觉得你只是找不到 Ben 来帮你配音，然后就弄一个老弄一个别人出来，就还是要是你的来头，然后也不是。也不是 luck， 就感觉跟二代其实没有连结嘛，就是，哎，连结性越来越少。你好歹也是米德兰的那一位吧？你可以确认你有点像。Hey down！不然就没理由找那新的两个合约了。这个动作真的是抖一下。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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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下地不良心。
被拿起来了。所以什么原因让他们东山再起嘛？钱又花完了，就这样。好不容易拿个无罪证明，又一堆黄金在手上了，不好好过日子，又跑出来抢劫。我真的没霸理。然后还就四个人。重点是不是只有一个人花完了？四个人都花完了。Guys, we need to talk about what happened in Alaska, but I've got another job first while you're still out west. So, the son of an old friend of mine in LA, member of the Cabot crime family, needs help hitting a jewelry store for a haul of diamonds. I owe him big from years ago.When his dad got me. 那就到这。嗯哼。如果没有被追，是可以再多打一场。